学，保持住自己的位置，啊，从那一个斜线往这儿走。由于北京天气的原因，啊，我们的演出呢，啊，推迟了一天，也就是说有五个美国的孩子要提前的回国，所以呢，我们今天上午也利用这个时间把所有缺掉的孩子给补上，再提前五个小时，那同学们相当于很多节目要重新去熟悉一些新的位置。7-8个小时，我觉得我们会跳的蛮好，因为我们这个星期都很努力辛苦跳。对，先就近跑吧，可以吗？我是这次从美国纽泽西陪着孩子回来的生活老师，同时也是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每天从早已经练舞练一整天了，晚上回到 hotel 还要找地方继续练习，然后常常我得去催他们说回去休息了，隔天还有好长的一整天的课，他们都不愿意回去。然后在各方面，不只是舞蹈方面，我看到他们就是不只是舞蹈，就是心理方面的那种强度都成长非常多。8年，一个新的尝试，就是终于把我们美国的孩子们带回了我们的祖籍国，能让我们祖籍国的家人朋友们看到我们美国的孩子也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和传承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和艺术。未来他们走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代表，都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张名片。我想这些同学呢，很小就作为这个作为海外华裔，在多元文化的环境里面成长，有多语言的背景，既有对中国民族舞蹈的热爱，也有对美国，也有长期受美国文化的熏陶，所以呢，我们可以期待从他们的表演里面看到不一样的精彩。因为我们很少有这么多的孩子，而且都是精英，每个学校里面的最好的孩子在一起，一天一个节目，那么多队形变化，然后他们要用舞蹈去讲故事，这些对于他们来讲都是一个新的体验。然后这些天孩子们也跟我分享，他们觉得舞蹈还能用舞蹈来去讲故事，然后讲的还是中国故事，他们有非常非常新的一些不同的感受，这是非常好的。非常感谢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各位老师，还有华梦基金会的各位领导，还有我们这个华梦的大家庭。从美国长大的孩子来到中国是第一次，然后他们在美国就很喜欢中国舞蹈、中国文化。那基于这一次呢，亲身体验了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也很震撼，觉得哇，我们的孩子一天能排出一个舞蹈来。我们在那边是排一学期的，我们也觉得挺自豪的。然后孩子们的感触也挺多，我们也觉得挺好。那么我们也挺震撼的，因为通过刚才跳的两个作品，就是从他们队形变化呀什么还是挺大的，包括每个舞蹈的风格，所以确实挺不容易的。然后其实小孩们自己也感觉到，也为自己挺骄傲的。
真的是在美国的小朋友有这样子的这个热爱的情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有我在中国也会教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们可能对热爱舞蹈这个事情可能真的不如他们，真的不如在美国的小朋友去这么珍惜中国的文化，这么珍惜，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很来之不易的感觉。往往是这种来之不易让他们更加的珍惜，更加的去刻苦的训练，所以才能呈现出我们今天特别精彩的这个演出啊。他们的接受能力，包括相信老师们都会觉得惊讶，哇，他们能够这么短的时间学这么多的东西，特别特别的不容易。那我们要感谢所有的帮助的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华文基金会，还有我们的SINOUSARTS， 谢谢所有的老师们和同学们的配合，才有今天的这个呈现。妈妈，我住在美国里面。我也是中国人嘛，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学一学那个中国里面的那些舞蹈啊。然后我也觉得中国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像舞蹈里面呢有很多种，然后每一个舞蹈都有自己的特点，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作为中国人，我觉得会跳中国舞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然后也非常的就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觉得我学过民间舞以后，就是跟中国的了解还有中国的这种文化就是加大了很多。因为很多时候我就是回中国只会看到那种北京然后邯郸，就是在家里的那种，可是我没有去看过那种新疆那边。所以我觉得跳舞然后学这种小东西，是他们化的妆也不一样，然后穿戴的头饰也不一样，还有他们动作也不一样，穿的衣服也不一样，所以全部都学一点点，然后就感觉很再可以再懂多一点。心里发芽。
可以通过舞蹈去表达，去诉说，然后去致敬上一代人的那种努力换来我们的幸福的这种感觉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一周里，我们真的收获很多。很感谢这几天华梦带我们去很多不同的景点，还教我们很多不同风格的舞蹈。而且这次我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所以很高兴可以跟很多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们一起来这里玩。而且通过华梦，我觉得我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而且舞蹈也进步了很多。今年来了北京，华梦，然后学了很多不同的舞，然后见了很多新的老师，我很感谢这个机会。我们学黄河时，老师讲解故事时，我觉得以前的人辛苦的劳动才能得到一粒米，但是现在的人有足够饭和菜，但是我们还是浪费饭。我想会珍惜食物，珍惜现在的生活。我们觉得黄河确实是一个很不同的舞蹈，所以我们跳舞的时候就特别想represent 中国的 culture， 所以就会把它跳得特别大。我觉得也很感动，因为那个故事老师教我们的时候也说的很多故事，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跳什么。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音乐和这个故事很好。黄河的话，我觉得它会让我很感动，因为我跳舞的时候我会想到以前的人是多么辛苦的为一碗米饭而奋斗，为生命而奋斗，这件事情真的很伟大。我觉得他们看着那一碗米饭觉得那么开心，然后我们都天天吃米饭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还有时候会浪费一些粮食，我觉得非常难过。是的，而且他们抢来那个米饭都是为自己的孩子，小孩子长大不需要跟妈妈爸爸一样辛苦，就是代表他们对未来的希望。我觉得黄河比我学那个以前学别的舞蹈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跳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那个黄河的特别伤心的 background， 所以我们跳的时候都是挺感动的，然后要用这个故事是要表达出来。